同学们，大家好。从这节课开始，咱们就学习《浩瀚书》的第二篇，就是这个《范庞传》。上节课呢，咱们说了，这个范庞呢，就是当时被打为党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这个通过对《范庞传》的学习呢，咱们也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当时这个党锢之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党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范庞传呢，是选自浩瀚书卷67党锢列传。东汉后期桓帝灵帝的时候，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对此强烈不满，他们猛烈抨击宦官集团，因此引起宦官们的仇视，两次制造党锢之祸，打击和陷害重视气节的士大夫，成为东汉后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范晔为此，就是这《后汉书》的作者啊，范晔为此在《后汉书》中专门设立了党锢列传，对21个所谓党人的事迹做了介绍，范庞呢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篇传记不仅反映出党人的气节，也表现出作者对范庞的赞许和同情。所以范晔就是说《后汉书》的作者呢，他对这些党人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啊，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和赞扬。现在咱们共同来看这课文。范庞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力清洁，为周礼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使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庞为清照使，暗察之。庞登车揽沛，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首令自知赃污，望风解印授去。其所举奏，莫不验塞众议，迁光禄勋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庞执公仪一番，蕃不止之，庞怀恨，投板弃官而去。郭林宗闻而让蕃曰：“若范孟博者，其宜以公礼革之，今承其去旧之名，得无自取不忧之意也？”蕃乃谢焉。这个就是范庞传的第一段。范庞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汝南就是汉代的，就是汝南郡。当时的郡治呢，在现在河南平舆一带。征羌就是汝南下边的县，在河南漯河以东。也就是说，这范庞呢是河南人。少力清洁，力就是通这个鼓励的力，是劝勉的意思。清洁指的是不图名利，洁身自好的节操。为周礼所服这个为所咱们讲过这是古汉语里边被动的五种形成被动的方法之一为什么什么所就是周礼在这儿指的都是地方周是一级，礼是一级所以呢周礼的人呢都很佩服他举孝廉光禄四行，举在这儿是荐举而且是什么用法动词的被动用法被推举为孝廉和光禄四行，
孝廉呢是汉代选官的科目之一，他要求孝顺廉洁。光禄四行啊，是光禄勋啊，光禄勋呢是掌管宫廷门户的官的名字啊，掌管宫殿门户的官的名字啊。光禄勋这个就是说掌管宫殿门户的这个官，他以四种品行标准选拔人才啊，这四种品行标准的就叫四行啊。这四行具体说呢，就是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啊，就是所以呢，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是非常洁身自好，而且呢，被推举为孝廉和光禄四行。时日冀州饥荒，盗贼群起啊，这好懂啊。乃以庞为清照使，这个清照使是指皇帝啊，这个诏字啊，大家都知道是皇帝下的命令才叫诏，所以这清照使肯定是跟皇帝有关系啊，是皇帝派往州郡宣布诏令查访案件的使者。啊，就是皇帝亲自派出去的啊，所以呢，乃以这个乃就是就的意思啊，就让这个范庞作为清照使暗查之啊。这个冀州呢是现在河北啊，相当于现在河北的中南部、山东的西部和河南的北部。在东汉的时候呢，他的治所呢在高邑，就是现在河北的百乡以北。按察之就是调查核实和处理啊，这个事情就是调查核实处理这个盗贼的问题。这个呢，在咱们中国2000年的历史上呢，这也是很常见的，就是只要是一闹天灾闹得比较严重的时候，必然伴随着这个农民起义啊。这样在史书里记载呢，就是盗贼啊，庞登车揽辔，登车揽辔啊，登车就是登上这个马车，揽辔，辔指的是马缰绳。揽就是拉着啊，拉着马缰绳啊，就是登上马车，拉着这个缰绳，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慨然这两个字也是固定搭配，指的是慷慨激昂的样子，慷慨激昂的样子，有澄清天下之志啊，就是心里充满了澄清天下的宏大志向。及至州郡啊，就是等到他到了州郡，这个及还是到什么什么的时候啊，到他到了州郡州境的时候啊，刚到那个边境那个地方，就是冀州的这个州境的这个州的那个边境的那个地方啊，首令冀州的这个首令呢，自知赃污，啊，就是冀州的郡守、郡县令啊，就是一批官啊，自知赃污。这个赃呢，就是这个脏，在这通那个肮脏的脏，这个三点水一个鱼字，就是那个污染的污的别体字，啊，异体字。这个赃污合在一起呢，就是指贪污，啊。他自个儿呢知道一向贪污的很多啊，所以望风解印绶去。望风呢就是闻风啊，听说了范庞来的风声，怎么样呢，就解印绶，就是印绶，印呢是指官印，绶是指那个系官印的那个带子啊，就是
丢弃了这个官印而逃走。其所举奏，这其指的是谁啊？啊，显然是指范庞。他所揭发的人啊，揭发上奏的事情啊，莫不咽塞众议啊。莫是没有，不啊，就是等于双重的否定啊，没有，不能够啊，咽塞就是这个咽是压倒的意思啊，塞是堵塞啊，就是这两个字搁在一块呢，咽塞众议啊，这搁在一块呢，就是没有不满足众人的要求的啊。众议呢，就是众人的议论啊，在这儿呢可以活译为要求。迁光禄勋主事啊，这迁就是升迁啊，就是把他提升为光禄勋的主事。这几句给大家翻译一下。范庞字孟伯，是汝南征羌县人。他年轻时就努力做到不图名利，洁身自好。周礼的人都很佩服他，推举他做孝廉和光禄勋的下属。当时冀州正闹饥荒，盗贼蜂拥而起，朝廷就任命范庞为清照使，调查处理这些事件。范庞登上车，拉着缰绳上路时，心中充满了慷慨激昂、澄清天下的宏大志向。他刚走进冀州境内，冀州的郡守、县令一大批官员自知贪污的罪责不小，听到风声就丢下官印逃走了。范庞在冀州揭发上奏的事情，没有不满足众人的要求的，朝廷因此升他为光禄勋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这个陈蕃啊，是生年不详，卒于1168年啊，字仲举，是汝南平舆人。汉桓帝的时候呢，他任太尉，和李英等人一起反对宦官专权，被当时的太学生所敬重。到汉灵帝的时候呢，他任太傅，和外戚窦武共同谋划杀宦官，结果呢这个事情败露被杀。当时呢陈蕃呢他是做光禄勋啊，光禄勋呢是九卿之一，掌领宿卫侍从之官啊。庞执公仪一番，番不止之，庞怀恨，投板弃官而去。庞执公仪就是范庞呢按照公仪呢是指属下官员见上司的礼节去见这个陈蕃啊，一番一就是到他那儿去的意思。蕃不止之啊，这个陈蕃呢没有制止他，就是一般这种情况呢，因为当时呢这个范庞呢他的名声已经很大啊，而且呢他是光禄勋主事，当时陈蕃呢是光禄勋，他们两个的官阶呢相差也很小啊，而且呢范庞呢又是很这个很有名声啊，名气非常大，所以这种呢就是说他这个
范庞呢，他知公仪呢，就是按照一般的情况呢，就是按照下级见上级的礼节呢，去见这个陈蕃啊。那陈蕃呢，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呢，就应该推辞啊，应该不让他按照下级见上级的礼仪，而应该按照平等的这种啊礼仪来相见。但是呢，陈蕃没有这么做，所以呢，庞怀恨啊，就是这庞呢，这个范庞呢，很不高兴啊。他就认为呢，就是为什么怀恨呢？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他好像是受到侮辱一样啊，所以呢是投板弃官而去。这个板就是那个手板，就是这个笏啊。《红楼梦》里边说，当年笏满床那个笏啊，就是古时候大臣上朝或者属下参见上官时候啊，用来记事的这个手板啊，这个咱们在电视剧里边经常看到，啊，投板弃官而去啊，就是把这个手板一扔啊，然后丢官，他就这官也不当了啊，一生气就走了，因为他这人很耿直啊。郭林宗闻而让范曰，郭林宗呢是郭泰，字林宗，生卒年是128到169。这个郭泰呢是太原介休人啊，就是现在的山西介休人，他是当时太学生的首领啊。当时呢官府呢要征召他为官员，他不去啊，所以呢在当时呢也是很有名。后来呢他回到乡间，党锢之祸起来的时候呢，他就闭门教书，弟子呢达到数千人啊。这郭林宗呢他就闻啊，就是听说了这些事情啊，这件事情而让范曰，这个让在这是责备的意思。若范孟博者啊，若就是像范孟博这样的人啊，其妻宜以宫里革之啊，妻就是男道啊，宜是可以啊，难道可以以宫里啊，就是用这个一般的礼仪来革之啊，这革是约束他啊，约束宫里是指正规的礼节啊，来约束他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比较特殊啊，你就不应该用一般的正规的礼节来约束他。今承其去旧之名，得无自取不忧之意也啊。今承其去旧之名什么意思啊？今是现在啊，承其去旧之名啊，成了谁的去旧之名啊？显然是范庞啊，范庞去旧之名。这个去旧啊，又是去是辞官，就是当官啊。那么在这又是偏正辞左啊，就是副辞偏义啊，就是说就是辞官的名声啊。因为当时呢是这样一种风气，就是你越辞官啊越显得清高，越辞官名声越大，所以呢在这就说你成就了他辞官的好名声啊，得无自取不忧之意也。得无这两个字是固定搭配啊，就是翻译成现代汉语叫不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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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不是啊，自取不忧之意也。不忧就是不礼贤下士之意啊，这意呢又是非意啊，就是不礼贤下士的批评啊，就是说你这么做，你不是自取这种批评吗？啊，不礼贤下士的批评吗？翻乃谢焉啊，这个谢可不是感谢啊，这个谢大家要记住啊，是道歉，在古汉语里边啊，这个谢一般都是
当道歉讲，这个男的就是于氏，于氏向这个郭林宗道歉。这后半段给大家翻译一下。当时陈蕃是光禄勋，范庞按照正规的礼节去见陈蕃，陈蕃见后也不加阻止，范庞因此而心怀不满，丢下手板辞官而去。郭林宗听说这件事情后，责备陈蕃说，像范庞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正规的礼节来约束呢？现在你成全了他辞官的名声，这不是自取不礼贤下士的坏名声或者是批评了吗？陈蕃于是向郭林宗道歉。这个第一段呢，主要写的是范庞年轻时候的早年的经历和他的这个清高的为人。下一段，父为太尉黄琼所毙，后赵三府院属举谣言，庞奏刺史2000石权豪之党20余人，上书则庞所合委多，已有私故。庞对曰，臣之所举自非韬脏奸暴，身为民害，岂以污简渣哉？见以晦日破促，故先举所及，其为神者方更参食。臣闻农夫去草，家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已清，若臣言有二，甘受险禄，力不能竭。庞赌十方间，知意不行，因投河去。上一段呢，讲到他投板弃官而去，就是这官不当了。父为太尉黄琼所毙。这个黄琼呢，是字世英，世界的世，英雄的英。他是江夏安陆人，就是现在湖北安陆。他官至太尉，所毙，这个毙在这是征召的意思，就是征召为官，又把他征召为官。后赵三府院属举谣言，后来呢，这个赵当然是皇帝下诏令，三府的院属，三府呢指的是太尉、司徒、司空的这个官府衙门，合称三府。三府院属就是三府的下属的官吏。举谣言指的是搜集民间反映州郡官吏好坏的和百姓疾苦的歌谣谚语，这样呢来上奏皇帝。这个谣言和咱们现在说的谣言不是一回事儿，主要指的是民间流传的对这些官吏和百姓疾苦的这些话语。庞奏刺史2000石，权豪之党20余人。这范庞呢就借这个机会呢上奏了，弹劾了刺史2000石。刺史呢是监督各郡的官员，他官阶呢低于郡守，后来呢他的官阶呢是高于郡守。2000石就是官俸为2000石粮食的官，比如郡守、知府，就是省级的政治干部，是相当高的，所以刺史跟2000石都是很高的官员。权豪，所以叫权豪之党，就是这权豪呢就是
倚仗权势横行乡里的人啊，这样的人呢20余人。尚书则旁所和委多，尚书呢是掌管群臣章奏的官员啊，他这个位置不高，但是权力非常大。他啊，他责旁啊，就是责备，责备这个范旁呢，所和委多，就是说他这和呢，就是揭发啊，就是今天说那弹劾的，跟那弹劾的意思差不多啊，就是说他揭发的人呢，委多，委多就是众多啊，这个委是众多杂的意思啊，就是说他就是嫌他这个揭发的人太多了。啊，已有私故，怀疑呢他这里边有私心啊，就是要报私仇，借这个机会来报私仇啊。这范旁说什么呢？旁对曰：臣之所举，自非韬臧奸暴，身为民害，岂以无检查哉？啊，韬臧就是贪赃邪恶，奸暴啊，是指奸恶暴虐，身为民害啊，就是这好懂啊。欺以啊，难道会用他们来污检渣啊？污检渣啊，这污就是脏的意思啊。检渣指的是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写字呢都写在竹简木渣的上边啊，在这儿呢是特指揭发官吏罪行的文书。污检渣呢就是弄脏这个检渣。见以会日破促，见是指近来啊，会日就是三公会议之日，破促紧迫急促，故先举所急啊，这个急呢就是紧急危机啊，就是说先揭发这些人里边最紧要的人啊，其为审者啊，这个审呢是没有查清楚的啊，方更参实啊，就是我还正要啊，这方是正要啊，更进一步的啊，参实就是检验核实啊，这个参实也是固定搭配啊，就是检验核实的意思。臣闻农夫去草，家和家谷必茂啊，这好懂啊，家谷就是好的这个美好的谷子啊，美好的庄稼。忠臣除奸，王道已清，王道呢还是就是儒家称用仁义治天下啊，叫王道。若臣言有二，愿甘受显露啊。有二在这儿是有二心，就是怀有私心啊。甘受显露，显露呢在这儿指的是弃市之行，就是杀头之后还要暴尸街头啊，这种这个刑罚。力不能竭啊，竭是追问啊，就是这个尚书，我没有办法再追问他。旁堵实方间啊，堵是查看的意思。方间啊，方是正当什么什么的时候，间是奸，在这儿不是艰难，是险恶啊。知义不行啊，就是了解到知道啊，他自己的这个义指的是他自己的志向啊，不能够实行，因投河去。这个投河呢是指扔掉揭发官吏罪行的文书，而就是又走了啊。这一小段给大家翻译一下。不久，范旁又被太尉黄琼征召做官，后来皇帝下诏命令三府的下属收集歌谣，范旁根据调查的情况
揭发刺史二千担之内二十多个仗势欺压百姓的高官，上书责怪范庞揭发得太多，怀疑其中有私情。范庞回答说，我所检举的如果不是贪污甚多、奸恶暴虐、成为百姓大害的人，又怎么能用这些污秽的行为来玷污奏章呢？近来因为三公会议的日子太紧迫，所以我先检举其中危害最大的那些没有审理清楚的，正等着进一步去检验核实呢。我听说农夫除去杂草，好庄稼就一定生长茂盛，忠臣除掉奸邪王道才得以澄清。如果我的揭发中掺杂有私心，我甘愿被当众处决。尚书也认为他讲得有理，无法再追问他。范庞观察到时局正处在险恶之时，知道自己的志向不可能实现，就扔掉揭发官吏罪行的文书，辞官而去。这一段主要讲的是范庞做官后的坎坷经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